考验才看见辽阔，绿色草原有光芒闪烁，追逐了多久，终于抓住了要的突破。发亮以后总伴随嘲讽，最狠的是又难过蠢动，想打点自己狂野，不活在旁人眼中。误会辩驳冲撞争夺，交互拉扯情绪失控，防备解锁人前人后，把我忘了纯粹的我。太阳色的那头狮子为什么不笑呢？奔跑那头狮子为什么停在一条河？